第五题，氧化汞经照光而发生变化，可用以下式子表示：氧化汞产生汞加氧。根据上述反应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氧化汞拆开分解成变成汞跟氧，所以这是一个分解反应，所以选项 A 此变化称为分解反应是对的。氧跟汞都是我们所学过的元素，所以选项 C 说汞与氧都为元素也是对的。这个表示呢，是我们的汞加氧化合变成所谓的氧化汞，然后氧化汞再分解成汞跟氧，所以氧化汞是一个化合物，所以选项 D 也是对的。而这个动作叫做化合而不是混合，所以选项 B 说氧化汞是由汞跟氧混合而成是错的，这个是化合。所以第五题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氧化汞是由汞和氧混合而成的，这个是错的，是化合而成的。